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，11月18日下午会见缅甸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德钦巴登顶，副主席德钦佩兵。两国战友举报下，华国锋主席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先念，中共中央委员中联部部长耿高，中联部部长李一芒参加了会见。会见以后，华国锋主席举行宴会，招待德钦巴登顶主席和德钦佩兵副主席。宴会充满团结战斗的革命情谊，两国战友共赴中缅两党之间的革命友谊和战斗团结不断增进。柬埔寨贵宾，当贵宾们来到时，在门口受到邓小平副总理等的亲切接待。